可以去包一点，进进去看一下状况。啊，家里检查中心哇？是的呀，那检查。检查啊？不啊，分啦，我们进来。那个我今啊个，我带只个带家里欢迎，啊个欢迎他。对啊。对啊。还是。脚不方便了，不要。对啊。你这不要。你这因为现在三四点呢。好不好？进来了，我你总是爱有一个铺就好，大概。不想就看现场，你都到这里就看现场，不必。现场一定会去，一定会去。不啊，就是说，好不好？就是说，已经，对啊，你现场也可以有那个啦，我现场也去过，现场也可以。你看，对啊，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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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现在快下班时间，能够来，能够，能够，能够来主家，对吧？基本拢三点半，啊，基本要三四点嘛，去啊，要四点，四点，去啊，四点半。对对，只要大家你加赞啦吼，大家他加下班。对啦，好，大家他加下班嘞，去。蛮低的，那进去顶多一个钟头就好了嘛。大家，来，我就看干小姐了。这新出炉的秋水了，林厂长了，林厂长林志宏了，我手中的干小姐去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可以。来，这是顺龙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陈经理的，一个是关这个检查中心的啦，不然都传到那个联合会干下来。对，我来讲讲。这我来讲讲。你这边注意啊，好不好？到你了。啊，等来一下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快干。我再整个整理一下。啊，这款的新出的，啊，新出的，一段时间的工资低嘛。啊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。是的啦，有啊，我再整个整理一下。我这是叫有人穿啊。啊，你我讲啊，本来就是。你就穿啊。那个给你我给你报告一下。今嘛来个这样，你报告这边了。这是现场，现场。过一下子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你好。说那个手机啊，或相机啊。然后再来讲说，也许要去量测这些现场的一些环境哈，健康有谁可以做规定？规定给我看嘛，你们那个外供啦哈，如果说你那个是反应炉。好，还我不会讲，检农中心跟安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那伊嘛是一个辐射的一个环境。我讲吼，啊翕相也不会增加辐射啦，伊是咧惊啥？是啦，这两个这个伊的人气跟气温，人气温有些规定啊。规定我看。规定会晒啊，规定有些一百系列城市一定有这个规定。这个规定根本不合理，你若讲啊，你这个翕相。农业会增加辐射的数量，吼。不是，农业不是讲辐射问题，是讲咱来到这个电厂的工地，啊，工地本身就有一套的管理规定嘛，啊，这是地无啊，啊，所以这部门较方便。处长，你莫安尼啊，恁台电即马是还没有民营，你若讲民营，我来到恁的地头，我就知恁嘴。我知你。你莫讲国营，我知你。国营你就用国家的资源，你来到只讲，阮智慧型手机拢袂当提出来。那讲会得过啦，无啦，恁店长，恁的规定就无，迄个公安。无，你这规定是啥物道理嘛？哪有款的代志？啊，你即马等于在阮讲哦，讲阮遮牛着，拢迄个，拢数值拢作悬，啊，你对你嘛不利啊。无啦，我讲哦。那因公数值量得很高，我嘛唔知要替你讲话啊。无啦，我是帮你讲啦，这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啦，哈啊，但是这个电厂。你们是有这个规定吗？一个透明公开的，好啊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。而且规定的道理在哪里嘛？啊，这个仪器的部分哦，你到哪边领不？都爱领啊。啊，你有造仪器来不？地方检仪器哪？有仪器，三边边哦。啊，三边边哦。有仪器。来来，我电器嘛有仪器的。对啊，一起量啊。对啊。一起量啊，一起拍嘛。还有公开透明的环境啊。我嘛惊讲哦，拍摄啦，处长，咱今天是安尼啦，大家拢互相尊重啦，吼。啊嘛唔通讲哦，阮来一撮，啊因娘讲有问题，恁讲无问题，到时因出去嘛，大家都小坐唔好啦。即摆娘是数据是偌济，大家拢翕起来，录影起来，大家虽然出去拢无话讲嘛，吼，有就有，无就无啊。对吧？啊，您嘛不用说，哦，一点地方都会。比较希望是说，先由我们中央主管机关来上去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。像原子能源。你若无甲我讲，一定爱甲原子能源会叫来啊！你拢无讲啊，对无？你讲歹势，我唔知讲恁要即个变脸，恁无讲说。我昨伫恁副总头前讲啊偌清楚，搁伫恁部长头前讲啊偌清楚，理由是啥？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头拄啊搁敲电话恁部长，搁讲，让我一摆让一下，让我一摆让一下，讲啊这样清楚。
佮佮讲唔通安尼遮尔寒，我脚佮断去，莫互我当扇东风，看我看清楚咧。我甲你保证，讲就是要来遮尔，我一抓落来，佮遮要撞啊，对无？即嘛是安尼啦，电器本身唔可能有传仪器啦。没有问题啊，仪器量啊。我建议是唔是安尼？你仪器是几套？两套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套电器人，啊，一套看是恁这边什么人代表，吼，啊，看大家要牛刀。哦，安尼去练，安尼是应用伊的，恁用恁的嘛。用我的仪器，我的仪器拢有一寡不要紧啦，我来讲吼。好不？伊连方天宇的仪器也校正过吧？有恒能研究所校正。恒能研究所校正。就是仪器的型号。没有关系啦，那个各仪器没有关系啊，你不量你怎么知道它？怎么样嘞？对不对？你如果当场我们有问题，你说我们仪器有问题，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也是用的是那个美国他们标准配备的设备啊。我们那个仪器你们也有啦，我看过了。核能研究所拿来注册的是跟我们的仪器一样。那一点像恁厂的仪器，那就乖呢。那我们就已经校正过了啦。恁两头拢提出来嘛。哎呀，我们的不是啊，那个设备里面它有硬碟啦，会把这些资料都记录起来的。对呀，对呀。它几点几分在哪里 ？GPS 定位这些都有。而讲初六这是 common sense， 仪器一定要经过校正。你嘛，你我讲别个顶个，我捌拄着，当然大概我们相信大家啦。以前那个南苏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来，顶个仪器。那牛牛出来结果你也知道那个代志。没有啦，你现在我们不是量那么小的环境的啦，我们先进去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让委员在这边晾在这边，对啊。那边你那个也是隔离的，也不是警戒区，也不是那个管制区啊。你是警戒区，也不是管制区。管制区没有关系啊，管制区有管制区进入的程序啊，对不对？那管制区更好啊，管制区有进入的程序啊，我们就登记嘛，身份证什么我们都带来了。你们立委这样大家都很关心，那一定的嘛，那你们要到现场，我是觉得说是因为空间也没有那么大，来点兵嘛，啊，就关节啊，都来一些。有一些程序要你看我们有几个人嘛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，因为我们没有几个人而已啦。你大不了门打开来啊。没有啦，没几个，没几个。没人做医院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空间讲，就门打开来，我们大家看呐，很简单呐。你都十个人啦。对啦。妈啦，你妈安尼啦，安尼变作我来害大家拢袂当起哩，安尼我安怎？你意思是讲我害着大家？我讲你害着我。对不？啊，你不要讲我会当起哩，我回去我是要怎甲因交代？对啊。我害铁球钱，你铁搞我来遮。是啊，你都看十几个代表字皮，安尼交好起来。安尼嘛，安尼就是方简嘛，啊，安委会长嘛，啊，高迄个高丽嘛，啊，对对。对，还有我。对啊。还是立委出席，是蔡塔，好不？好不？瑞塔啊，这那个陈良啊，还有那个陈良，陈良啊，陈太良，陈太良，阿哥为了志杰嘛，我还着力啊，还有郭老师，还有郭老师，郭老师你讲讲哪？我那有申请啊，没关系啊，我那有申请啊，我们都有申请的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哈，大家都进去，还有一个急症人。在哪？对啊，这个在哪呢？我们店在哪？跟我一起过来的。我想这个不一定，照相真的是不允许。我们不照，我们不照电上，我们照那个仪器的数据啦。啊，仪器的我都要放大，我也都拍啦，然后来电弄贴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啊，不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不照，但我们可以记录吧。对，我们记录。记录。可以拿笔、纸笔出来记录吧。受理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好不？哎，大家好，啊你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这是一个工厂，啊，当然我们也关心到核能安全、辐射安全的事。你们都说很安全，我们也相信很安全。现在我们来都不要了，就是直接一秒台一算啊，蓝雨，对不对？一算，火车站那个有点造成有点那个。外一时空，我们还是规定要走了啊。第一个就是手机或者照相机等等，好，我们给你安全的保管。嗯，好，啊，我们电厂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听我讲，我还不讲好了。啊，你那边翕相，我那人来替你，想替你翕，替你，啊，你这个清楚。
然后翕了我的好运。为什么你们的人拍就安全，我们拍就不安全？对啊，是的，我们就欺负我们。我们就像你讲了，也对。你去你外国参观嘛是安尼啊，拜托的。我们跟你讲说，我们就拍仪器嘛。是安尼啦，那这样我们就记录这样子。不啦，拍仪器你不能，一定不能给伊个所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我建议你就是安尼啦，今仔日大概啦，以这个先例，哦，为了这个安全做一个了解，我们大家欢迎啦。但是这个电厂也是有它相关的规定。你们的减容中心旁边是有什么机器？我那减容中心都不是焚化炉而已吗？焚化炉嘛是减减有啊。焚化炉那有什么机密？不是机密啊，还得辐射，你要减减都。对，我们照相跟辐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会增加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辐射你们本来就有，我们是冒危险去靠近你们，是我们比较危险，不是照相机。是，没去的，没有啊，我们愿意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对呀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。不是我们的拍摄，如果会增加辐射，你得不是辐射，就是电厂它总是有相关的规定的。因为这个电厂不好听的话，它这个本来就是有些管制。我们有人一样，我们进到某地方。啊，你好去五张。我你五张，我替你去。你猜不？你去五张，我去五张，我替你去五张啊。就是，哎，那个我们的摄影师呢？就是规定，然后你看那边摄对，我给你摄。这样啦，你的相机，我们的相机，我们一起拿进去，我们拍同样的镜头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我们谁来？要处长。处长，我们拍同样的镜头了，就不用说麻烦了。对啊，麻烦了，拍完马上。没有了，不麻烦一点，我们不想麻烦你们了，所以我们自己拍了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们电厂有规定了，你们的那些储存记忆体也不能够随便交换给别人了，对不对？怕中毒啊，或你们毒传过来后，对啊，进去不用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就拿这个这一台嘛，好，我这一台。对啊，就拿这一台拍嘛，好不好？无啦，你的规定是多，你嘛提我看嘛，我看过你的规定也无问题。我那个厂一定有这个规定啊，170的我们现在讲的是法规啊，你程序师是规范你厂内的人啊。你都叫人看，都叫人参观，关键人民的都跟你讲，你都不贵。系啊系啊系啊，怀疑。你看透明的，咁点算？透明，大家都好办。那处长，刚用方景单，用我们的相机帮我们拍这样子。对啊。这样子啦，也不一定哈。我的相机，我们有对啊，就不用有时间，我到上面我们跟你报告一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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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不用啦，我们直接去，时间有限。这样子，我们公司有，我们公司有规定，我这样子对我是违反我们公司的规定。什么规定啊？就说进到辐射到那个地方去的话，要经过第一要经过申请嘛，对不对？那申请的话，我们这个所谓的那个照相也好，所以我们是不允许。安尼啦安尼啦安尼，我讲不要拦不要拦尾这个厂，这是厂长刚来做啊。你和市场你也知道，和市场他也是不让的，谢谢。没有，我都拍好。对，我也拍了。什么市场，我们都去拍了。你们招待记者去，然后记者拍了，还在电视上，我还看到了。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何市长，我们都拍过了。那你来一个弄拍，打个叫人家，这样子啦，用他的相机你们帮我拍了。是因为都去你们核心拍了嘛？好不好？用他的相机你们。等一下，他们要组装他们的著作权哦，人家告我们就惨了。透明化，刚才会长也讲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可以说用这台相机来拍摄。我们相机拍完就马上看你们那几张就给你们了。不用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用这台跟用那台，为什么这么坚持？我怕中毒。你那惊一贴就乌白翕，哦，你帮我一把那个。怕有人拍什么不雅照片啊？我说你不能这样的规定。他如果说这是你讲的，他让那两个人做，你现在是一样的，他想用我们这一套。没有，而且我们一样的话就一因为少一个存取上面的东西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规定。什么规定？没有这个规定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以前的记者怎么来拍的？对呀，我都拍过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规定？这样我违法还是你违法？不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是马上，因为时间也不多了。对啊，已经给你拖掉20分钟了，看你还能拖多久。工作本来完成了啊。刚才厂长，我觉得他讲话也有道理的，然后现在又要有几张照片。那我们就是来拍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子啦，我们折中一下。怎么样？马上带回去。等一下，委员，上一次我带给我们吗？没有，上一次是这样做了。我把我的照相机照完了，他们留一份 copy， 带着我留一份 copy， 就这样。我们上次就这样处理，好吧？上次刘厂长带队，就这样处理。一二三场都是这样处理。就是用你的相机拍。对啊，拍完以后我的那个。
那个我拍哪一些的东西，他们有一个拷贝，就证明说我拍了这一些嘛。我给你报告一下，真的我没有偷拍，没有乱拍嘛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你去问一下那以前的刘厂长是不是又违规了？不啦，违。那个到现在你们的规定，到现在我说白纸黑字嘛，你们要管，要当天国挂出来。在总公，那规定是在我们总公司定。总公司定的，那你现场应该要有啊。有。那你这样挨着九天怎么过的？你作业指导书在现场要有。六位，林处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讲一句话哈，我会长讲的哈，你如要安呢？到时罚谈越大，吼，因为阮是地方的居民，阮是要来了解。吼，啊，你若安尼讲啊，爱用恁的机器，爱用恁的相机，安尼就是大家怀疑足深嘛。吼，啊，今日来就是讲要质疑嘛。吼，啊，你若讲安尼误落，啊，无啥物事可能就无叮当啊，就是代志啊。大家讲这问题。吼，我是感觉讲像阮会长讲的，那莫吼恁为难，啊，恁每人交关来关心地方。啊，你嘛爱互伊对遮老人家交代啊，对无？啊，无伊即摆来，逐项无，啊，因想讲有当立委是要创啥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大家做歹看，新闻讲，你当了解啦，遐大家还佫想讲。